可以啊，我用什么干他？什么能虐这个都啊？可以啊。那表演了吗？无烟。怎么用了？AP 吗？不是我为人有什么问呸！题？不是为什么老板说我这为人是有问题的？我不服。用维恩的话，我就是布隆。我们这种平 A 流的，他也挺难玩的。我你的无烟卡是莎，公认的有罪，不是有问题。那我的女警为什么也是有罪呢？胜我也率不很知低道。吗？耶，张人在脚上套着的东西是什么？鞋子。好 Q。王爷爷，红色，我非要不可。好，道哥。要死疗伤好些。这个能来人吗？我突然这波可以了。你可以去吗？我们下路可以去的，我们下路可以去。我已经动了，我已经动了，小心他闪现奥利。没事，我有进化了，我感觉可以干啊。我再走。打个闪。再走。没事，他 AD 跟不了，他 AD 跟不了。打死哥那边。先打闪。AD 他没闪了，他没闪了。你们吃，我操！哎，这我他边 AD 妈也没助闪。攻没有啊？我回中了。我操！我想找机会闪现台。可以啊，合格的跟班小心好抢。耶，或者把他俩越了。对面 AD 没闪。吃个车。哎，把这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他不逼。有刀出来会去上啊，我来。直接出来吧。牛头也没血了。我可以扛，我可以扛。但他一五包清。行，我可以利用他跳我，然后把他。对呀，可以。没事，可以干。下路小心点，虎哥啊，我哥。我抬了。可以。我操！贼他妈！跑得真快。我有闪，还是可以操作的。刚刚被他那个银珠给躲掉了，可以操作，我觉得。他300血往上走，看一下，等一下。再往下走，推线吧，推线吧，推线。这潘森有绕过去跳下，还我还有进化，还再来一秒 ，OK OK。玩起火。越强越暗道哦，我暗道大掉，这个干牛头没闪。瓦斯塔亚的告别，难道不是说一句不滑是吗？我赌我的信念。没看到是吧？他 AD 有闪，中能扛。潘森想跳，又不跳了，没闪吗？你不对，他有的。那么，大爷在想。别动！漫天飞雨。飞机没闪。啊！他控的动都动不了。再往下走。可恶啊！来了。我好像是说可以不吃这个吧？哇 ，Q 的好准，都没闪，牛头那个，牛头没大，牛头没大。我操，帅！好大，没难的他。牛逼！主线沉默了，已经把杀了，把杀了。啊，牛没大，弄他！大家放心吧。我在往中赶。死哥有闪吗？反正没，应该没。刚刚反正没交。我失误了。哦，我甩尾甩到。我操！拜拜！我操！等我，插一下。
卧槽帅，卧槽帅，这也能火这么帅吗？我也来了乐，没闪跑不掉，我没闪有一块好，他们跳了，完了，这死坑能 Q 死我，压死！漫天飞雨，我只能临死前帮忙抬一下了。好绝望的大招，好绝望的艾希。我忍不了了，找不到了，两秒的，我操！我被死磕 Q 到了，哇，这么痛！这么呆逼吗？我的血量呢？没了。大招呢？进化呢？闪现呢？这波进化是真不用按，大招是真要按的，闪现应该也是按不出来。但我这个大招没有按，挺夸张的。就是可能如果是 FPL 的教练看了我这波操作，跟我说50块都别想要，赶紧滚。我这波操作太抽象了，我的大招不知道要留到什么时候放。漫天飞雨。有盾吗？我闪现了也要死，死个没闪，我死个没闪，我操，兄弟们溃败了，快跑！真的假的？漫天飞雨，真的假的？打着了，打着了，转下转下，来了。我来点，我来点。我压下去。死磕是没闪的，潘森，潘森能看吗？哇，应该是水晶鞋的。啊，应该能 A 掉。摸一下就断了。我得吸一下。两个金针。摸了一下，我能倒钩。啊哈，700！就是我闪现要怎么才能用出来啊？用不出来啊，兄弟们！我用不出来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有闪，兄弟们是好消息吗？我打完都还有闪，留着 S14再用吧，不是S14 你还带我玩吗？S14。啊，怎么没声音了呢？S14 S13没C 的，留在 S14。好的的。